我挺想知道我在你眼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自己觉得呢？本地大姑子对一个外地来的媳妇，你说她会什么突然买房啊？是会有种天然的敌意吧？阿姐，生日快乐，长命百岁啊！谢谢。这跟你是不是外地来的真的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想保护我的家人。你现在怎么了？ 越来越八卦，逢小琴这个人啊，不错的。大姑子八卦弟媳，这是标配动作。太过分了！不买，坚决不买，打死你也不买。你是听不懂我说话是不是？这是我的家吗？这是别人的家。我现在不盯紧他，将来陪他和西北风的不是你们，是我。你是儿媳，我是女婿，咱们俩挺像的。 你摸着良心说，你为什么嫁给顾磊？要珍惜啊，家家都不容。这个不顺，那个不顺，相比起来，咱们家算不错的了。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点击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的视频啊！